续发市，阿习搬入明星斗。大埔康乐园出名是明星斗，噏啲名俾你听下：基仔、小春、千华，都是那度的星级业主。而家佢哋有多位邻居啦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say。就是佢，杜汶泽。凭电影低俗喜剧角逐今年金像奖影帝的泽，年头在双辣椒出之前，用140,000买入康乐园实用面积1180尺的单位，还有个1,100尺花园。地产代理说，阿泽两公婆在大埔找了楼一排，但是康乐园就看了10多个盘，见过单位的价钱是同类放盘中最筍，价都没讲到就即刻博取。查翻注册处资料，今次阿泽买楼，层楼写自己名，冇预老婆份噶。阿泽呢两年默默拍戏，又角逐影帝，可谓大丰收咯。俾人话低俗 ，so what？